我是欣欣，我邻居家的奶奶和爷爷呢，他两个人呀是靠退休金花钱的，咱去了解一下他们一个月能领多少钱的退休金吧。奶奶，从那里柳柳没事了？那柳柳问问。吃饭了呗？吃完了。吃完早上饭了？嗯。俺一天两顿饭。哦，一天两顿饭。你说孩子们那金经吧？你说得成的。嗯，俺大闺女带金经，三闺女带金经，我儿在现在金经，这是俺楼在五零呢，现在六张小厨。现在市里房子也没。俺老头分呢。哦，老头。俺这年岁又在五零，俺儿又买一个。俺爷爷干什么分的？嗯，没事，在那个哪里？在市郊，不是在街庄公社，在那里在那好几年，在86了都。奶奶，你今年多大年龄了？83。俺爷爷80几？86。86。嗯。俺爷爷以前在公社的，就是干什么？这反正给公家干事儿。哦。给公家。从多大开始干的？从那会儿的58年。58年那会儿也就是多大爷爷？25、26呗。25、26，奶奶是从街庄，然后从街庄干的，也从市郊干的。嗯。总共干的是35年。35年多不得。35年多，干了30多年，干到60退的休，是吧？现在退休金领多些？退休金那会儿退了26年了，那会儿才就。900来块钱一个月，900多块钱。嗯，领到1000了吧？领不着那会儿的。900多点。嗯。现在呢？现在领了4000来块。现在一个月4000多。退的早。哎呦，真好，还不少哩。退的早，一年年涨。俺爷爷这一个月领4000多，也够你两个人花不清喽。俺两个人也是花不清。那时候干的那个工作是不是相当于现在的公务员？嗯。是吧？哦，通过和奶奶了解呢，奶奶她老伴儿呀当了30几年的社员，相当于现在的公务员，每个月能领4000多块钱。嗯、爷爷年轻的时候也是熬出来的，现在领4000多块钱也足够他们两个人花的花销。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